我是侦探小助理张玉兴，我是侦探小助理张瑞安，我是侦探小助理陈柔轩，很高兴能为你服务。接下来我将为你进行展场导览。伸手犯人地点无所不在。所以请各位破案高手一定要加以提防，因为凶手可能就出现在你我的生活环境当中哦。那我们可以往这边前进哦。对，没错。现在各位看到的呢，这个九宫格是第一展区，也是我们学习单上面的第一个的关卡。那现在大家可以先关注这个展区就好。那它是记录了各个罪犯的寿命、出没的地点，还有犯案的手法。千万不要以为他的寿命到了就是完全的消失，其实他只是逐渐崩解，变成更小的微粒而已。他会潜伏在各个生物及环境当中，无孔不入。他趁你不注意的时候，就会开始杀害生物及危害环境。成本，然后省掉一些成本，慢慢。